后一段，最后一段。等一下，放屁，放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今天又来参加一年一度最经典的彰化梅达经典百 K。哎，现在才早上五点半，已经满是人潮了，那个排到超后面。但这是跟去年不太一样的地方，路线有稍微变长，然后坡度呢有稍微调整，就少爬一座山，这是简单很多啦，所以比较轻松一点。我们轻松完赛啊，赶快吃一吃，准备要去会场。大冰奶啊，赶快喝啦，已经都是人了，还不快一点？来到了起点，今天的天气是很不错，很凉哎，还不错。我觉得今天应该状况很好了，应该比较不会抽筋吧，因为天气蛮凉爽的，然后又没有那么多上坡，对来讲应该算吃香了。而且我最近真的有比较想练上坡，希望过程中我们不要差太远，准备了。平常我跑步都是在便秘，我今天竟然骑车比赛是肚子很痛，但这附近刚出发没什么厕所，我要找一下，肚子太痛了。结果去上个厕所，竟然浪费了15分钟。还好刚刚那个好心的阿嬷借我厕所。啊，继续出发了，风力水已经不见了。看来今天目标改变，想办法要追到他才可以，浪他15分钟了。第一个补给点了，这么摩托车真是很快，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人，而且很用力骑哦，它真的有变强一点。又开始肚子痛了，我刚经过那个补给站，应该要去上一下。哎。前面有个手线背影，哦，肚子好痛，肚子好痛，手线背影，你早上给我什么东西？准备什么特餐？我刚刚已经去绕赛一次了，我在那边停了大概15分钟。这是你正常发挥吗？肚子很痛。
啊，肚子好痛，去那边找一下厕所。哇，刚刚肚子还好有成功停下来找到厕所，又花了我十分钟，好不容易追到天母红地所又不见了，继续追吧。哦，刚刚很长一段上坡，终于爬完上来，差不多28公里了，现在要急弯下坡，啊。这应该可以，不会那么快被追到吧？追到了啊 ！Game over！ 我不接着流啊！我已经停了2次，半小时哎。哇，我们刚追到了39公里处，终于追到了，而且也通过那个牌子的地方，有那个挑衅意味浓厚的加油牌。43公里才抽筋，你现在就抽筋？我上加油牌，还好还好，你的腿应该过了40，现在已经43公里了，现在已经过了43公里了，还好还没有抽筋，现在微微的有一点点感。我看已经让你30分钟了，后面就不让了啊，我们就终点见了。熟悉的味道。等一下，抽筋，抽筋。没有，现在没有抽筋了。今年厉害了，今年经过这里都不用停下来嘛。好怀念啊，好喜欢这里啊。30分钟吧，算是。应该快1个小时吧。然后你就走了。下坡开冲了。走了。下滑一溜烟就看不到人了，没想到刚前面去2次厕所让他这么多，他也不过如此。我不等他了，终点见。还有60公里，这样要骑太久了。拜拜。
头哥梁泽瑞，已经直接喷出去不见哎，超难，连车尾灯都看不到。现在剩四十公里，梁泽瑞跟我说，叫我十一点前一定要回到主舞台。现在是九点半，还剩四十公里，应该是 OK 啊。今天天气这么凉爽，连我们的驾驶都起到流鼻涕了。好，拼拼看，一定 OK 的。骑了一百公里，还剩下最后的十二 K。据刚刚的情报透露，天母红旗所目前只落后我1.2公里，很近啊！看来是我刚刚在那个休息点休太久了，我刚把所有东西都吃过一次。好，待会就准备冲线啦。其实我今天的状态可能跟前面拉肚子有点关系，后面腿有点无力无力的状态，再加上刚一直有点想要间歇的去追他，我感觉我现在肝胆已经烧光了，腿没力了，慢慢的把这个12 K 吃完最后一小段了。终点了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。最后直线。抵达。超赞的。哇。耶。来了。我们来等一下天母红旗所回来，到了。完赛时间4小时39分，我刚看了我的码表是3小时44分，今天休息太久了。完赛，4小时46分。今年棒棒，棒棒啊！我都没有抽筋了，好，好累哦。我们今天的完赛算是历史性的一刻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的43公里抽筋这件事情，我是抽筋的代名词了吧？哎，但是你今天我觉得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。我觉得自己真的进步有感受，很明显的跳跃，然后跳一下，怎样跳跃？就是这样，很烂。哎，但我必须说真的是有进步啊，因为其实在前面我追你的过程有点辛苦，我前面就是肚子痛嘛，要去厕所。前后加一加，大概浪费了快30分钟，追了40公里才追到你，很远。
对啊，而且可是我觉得以前很惧怕那个很长的上坡，现在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就撑过去了。嗯，所以我觉得除了上坡之外，其他我觉得长距离平路我都可以克服。但也必须感谢今天的天气，因为很阴凉，就是对你来讲真的是没有流那么多汗，我觉得有差啦。但今天真的整体来讲，赛道难度降低，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大福音，赚到啊！因为少爬一座山，差很多差超级多。对啊，这条路线真的非常值得大家，如果明年开始报名的时候，一定要来抢报名，因为这个很抢手。但每年我觉得这场比赛很值得，一定要来骑，是因为交管真的还蛮棒的。然后沿路你也会看很多，就是在当地民众这样帮你拍摄，然后加油，对，真的还蛮棒的。大家都很热情，我很推荐那个路线，真的很舒适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天母逢低索血池挑战算是成功，耶、yeah! ！但是天母逢低索还是被我追到了，失败。你追不到我，像话吗？好了，接下来下一场比赛，紧接而来下礼拜我要去跑追火车，在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要去挑战 CC 了。错了，蛋。不会啦，我觉得今天骑完算增加一点信心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结束，我是你家长追，我是天母逢低索，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Run, run, run, you could r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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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.